给大家做一锅哇塞夏天爆米花。你们觉得夏天是什么颜色的？咱们先让爆米花转起来。好，我们准备一个爆米花，剪开给它倒进去，全部都挤进去，不要浪费。哇塞，好漂亮啊！你看到这绿油油的颜色，你们觉得夏天是啥颜色呀？今天给大家做一锅夏天的爆米花。六月的夏天啥样的？六月的夏天有没有觉得就是雨下的特别多，然后街道的树叶嫩绿，那个树叶绿色的树叶嫩绿嫩绿色的，超美的。哇塞，我就觉得夏天就是绿色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锅夏天爆米花，小清新的感觉，好高兴啊！来，这个东西啊，咱们就是解放双手，玩会手机吧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！你看，配上这个黄色的油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小绿色，真的超美的。哎，爆了，赶紧盖上盖子，盖上盖子。哇塞，超香，好香啊！哇塞，看爆了，老成功了。哎呦，我的电视都挡住了，在哄我看电视了。好吧，挡住就挡住了吧，那我们就欣赏爆米花吧。哇塞，超香的，超香哎！赶紧转起来吧，你给巧克力裹上，给大家做一锅彩色的小清新夏天爆米花。哇塞，太香了吧！哇塞，这也太好玩了啊！哇塞，它会自己转，然后解放双手哎。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哇塞，真的太香了。哇塞，裹上来的绿色的嘞。哇塞，它裹上绿色了。哇，而且是那种嫩绿嫩绿的颜色，就像下雨了把那个树叶浇了那种感觉，嫩绿嫩绿色，太好看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准备关火了。关火。来，三二一，开盖。哇塞，老成功了，太香了，而且这小颜色也太美了，嫩绿嫩绿色的，哇塞，太香了吧！来，我先吃了啊，哇塞，好好看呢，哇塞，啊，烫烫烫！